明日登峰须造极，秒观宇宙我心宽。大家好，这里是黑老大，我是小黑。地球因为有了生命，在宇宙里的地位比太阳还要高。宇宙中为什么会有生命？人类的思维是不是宇宙的最高级的物质状态？这些问题都还没有弄清楚，人脑又开始思考一个新的问题，也是古代无数帝王思考的问题：为什么不能永生？确实，到目前为止，能被定义为生物的物质还没有出现永生的情况。而月球上的一块岩石却能保存几十亿年不发生任何改变，自然界孕育了生命，为什么不给予永生呢？用生物学显然无法解释这样的问题，生物学家只会回答 DNA 末端有端粒，至于为什么生物没有进化出永生的生命体，端粒也说不清楚。这或许是宇宙规则在操控，宇宙中除了时间、光、维度这些传统的物理量，还有很多更为本质的东西。熵就是宇宙的规则之一，熵指的是一个密闭系统内的混乱程度，越混乱熵越高。目前的宇宙是处于熵增的状态，因为宇宙在膨胀。而薛定谔在很早以前就定义了熵和生命之间的联系，他认为生命体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化学反应体积，对于生命而言会把无序的事物变得井井有条，这个过程的本质是吸收太阳能量这种不熵的能量，然后转化成熵增释放出去，最终到达熵的峰值，生命体也就面临着死亡。所以会有这样一句话，历史的规律就是死亡。本视频由黑老大剪辑配音，欢迎关注黑老大。